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，经过我们的翻译、讲经、注释，然后逐步逐步形成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，以中国为中心呢，又慢慢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汉传佛教系统，既是对于佛法的弘扬，也是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弘扬。今天这个世界佛教论坛啊，把全球的汉传的、藏传的、南传的佛教图啊聚在一起，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间发挥了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桥梁纽带作用。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呢，佛教界和学术界啊，我们还可以更紧密的合作。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和宗教的一个多元环境里面，佛教怎么样进一步服务好它的信众，让各个群体都能够相互包容，都能够和和共生。我们过去是一个中印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成果，那我们的未来依旧是要走文明互鉴、和和共生这样的一个道路。